我们在哪？山顶。大家都在看 IG 的图片选菜，没错，我想要吃蛋。秒选择哦，这个是软壳蟹的，好吃吗？好吃，但是薯条比较好吃。它是地瓜跟马铃薯，嗯，地瓜好好吃，双色薯条，地瓜很好吃。滑蛋枫糖培根，这个是什么？肉丸，它肉丸跟我想象中的差好多，好像狮子丸，狮子头不是狮子丸，红豆奶油面包。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了，拜拜。好老派。耶！我最爱的软饼干是有加海盐的巧克力口味，老板娘送我的。不是，他说他不是老板，他是电花。电花。电花。我们来看十三个房间的展览。这是一个超级偏僻的咖啡厅。我要看起来是这样子的。我说。你看还有这样晃哎、欸，拍起来很漂亮哎、欸，比较硬一点的冰蕾的，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有人在自制遮阳板，有太阳超大的。现在来到那个三井 Outlet 啊，我们现在对一下表哈，现在是6:57，那我们这边预计停留大概是一个半小时，那我们就是8:30的时候，我们帮我们回到这个停车场好不好？然后我们看到的右手边那个就是摩天轮啊，如果要坐的话，上去转一圈是15分钟，那你们自己时间就要抓好，好不好？先抓好。我也救不了你哈！记得下车前跟我拿一个那个 coupon 券哈，不要忘记哈，等一下跟我拿，一人就一只能拿一张而已哈。好，来，我们到了，下车。耶、yeah, ，我们来三井开逛开逛，这他们俩要败家了。服务中心，台北熟。我们是两个来自台北的，然后想想老板。对啊，我从来不会来这边拿。导览图，好好笑。我们在哪？山井的厕所。山井的厕所很大。我们。
导游姐姐，问你是导游，说这间汉堡好吃。看，大家一定要吃它薯条超推。薯条超推，就比那个英国的那个什么 Burger and Lobster 哦，那个还好吃，同等级，同等级哦，那很好吃呢。哇，很大，近看其实蛮大、啊，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啊，你们要拍吗？现在拍照的话。现在头发已经被那个高美的风吹得四向。现在8:25，来我们看一下前后左右的朋友有没有都回来了，有都回来了，都到齐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开车出发去饭店做我们 check in。晴美那楼上呢，下来旁边都是夜市，都是乱说，里面有夜市。你刚刚有没有买到什么好的那个礼物啊？有没有？没有啊，都没买啊，不好买。那有没有吃饱？有吃饱，有吃饱没关系，有吃饱也可以再去吃东西啊，因为我们台中什么没有，就是好吃的最多。好，来，我们来跟我们右边摩天轮说拜拜，拜拜。那我们等一下回饭店，我就会先发钥匙。好，今天是两个人一间，右转道路，但是我给你们顶的是3人房，对，所以我们房间好大。那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我住在那个708，还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明天的行程。好，怕等一下大家睡觉，所以我先说一下，明天是礼拜一啊、哦，那我们明天是走一个比较贾文清的路线啊。明天穿漂亮一点好不好？把你最漂亮的东西都拿出来。啊，我就住在708，有事就来找我哈。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让你们休息一下。我们大概还要45分钟会到，那我就再叫你们起床哈。他们这次住的是叫做 Star Hostel 的旅店。然后他是在晴美的顶楼，超酷的，我之前都不知道晴美顶楼有住宿欸。 Star Hostel 诚心旅馆，如果你是在晴美已经打烊之后进来的话，就会这边就是关起来的，但没关系，你就从这边坐电梯到15楼。14楼是房间，然后15楼是他的公共的用餐跟休息区。进来 check in 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房号，然后你就找到你房号的这个小鞋柜，然后打开之后会有拖鞋，穿上拖鞋就可以进房间了。住105号房，这个是3人房的房型，我觉得好像比照片还要好哎。反正它就是一个双人床，然后一个单人床，哎，可是感觉早上会有景哎。那我们明天早上再看更仔细的 room tour。现在先这样子，这里有一个榻榻米的休息区，蛮可爱的，有很多藤椅什么的。然后外面就有台中的市景，那边有一个人在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写作业。我喝的是百香，他们都喝百香绿，还可以选油子或梅子，很好选。我觉得这很贴心，真的，嗯。你觉得好喝吗？还不错，就是那种真的，我是油，它是油脂的，好好喝哦。我喝看，我没喝过哎，我都喝红茶哦。他们家红茶超好喝，可是卖完了。哦，好喝哎，很解腻那种。我点的是荞麦窝，无糖的。然后我买台中很有名的鸡子烧鸟给他们吃。这是牛菲力跟青椒，三色好可爱。这是猪肉起司球的吧？对，应该哎。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是什么？牛肉糯米肠哦，对对对，如果是牛肉糯米肠，是这个吗？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包酸菜啊，对吧？如何？很好吃，真的假的？是很好吃的程度。这个火锅哦，今天是我倒数第二天，干嘛？最后好。The vlog 的名称就写9月陈贵宾寿星旅游。我会帮你分享。酸菜白超好吃。今天第一天的行程差不多就这样了，那我们用导游小姐姐来跟大家说拜拜。
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 view。我们要来吃早餐。Just another night, I was feeling fine. Insane playing bye bye bye. Then we finally kissed, I was like, oh shit, shit. Boy, I had to try, I can't even lie. Didn't really think you'd change my mind. But what can you do? I guess I needed to. Yeah, yeah. I'm feeling. 早餐来了。你们可以自己用吐司跟果酱，推荐三色吐司，真的假的？三个弄在一起？对，然后如果你去早餐店买的话，一定要跟那个阿姨说，说什么？草莓果酱要夹在三色中，然后是蛋饼跟一些水果，还有这个吃一个不饿啦。是他们住的是这间 Star Hostel。它是青年旅馆，但是也有很多那个赞助，它叫 Star Hotel， 没有，完全没有赞助。然后它15楼是用餐的地方跟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这样走下来14楼就是房间。今天是我们第二天寿星之旅的第二天。I'm used to flying solo, solo, solo. I'm in trouble now. I'm in trouble now. Now I'm singing like o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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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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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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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巧克力，巧克力牛奶，对不对？可可，可可牛乳。哇，这很漂亮哎。哇。哇，超疗愈。我点的是无聊的红茶。这是我最推的法式吐司，而且我是一个不爱法式吐司的人，它这个真的很好吃。他们真的很像去日本玩的观光客，竟然来逛什么超市，说什么要来逛浴毛屋，我超傻眼的。这看起来超好吃，你们看看，可以买回去泡茶。泡茶，嗯，泡茶。如果想出国，想去日本，可以来这边稍微解一下愁。我现在觉得我在日本。这边有卖很多。日本来的水果蛮多，都蛮好吃的，可是好像很贵。为什么？天哪！你去日本会买这个？哦，我超喜欢刷舌。可是这看起来有点好用。哎、欸，一，那你觉得你去了24日本，你觉得这边很好啊？比那个百货公司超市好还要好。所以想念日本的人可以来。嗯、观光客们，啊，好赞哦！啊，为了这搬来海边。它真的很方便，它就是69块，然后里面就是汤，然后饭跟米饭，就是高汤、白饭、明太子、海苔跟葱都帮你准备好、嗯，所以基本上就是丢到锅里煮，哦，或是微波，应该是微波煮都可以，很赞啊！意大利面这看起来都很好吃，因为它弄得很干净，就煮一坨面，晚餐就煮。它的成分全部都是食材而已，哎，还有调味料，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化学的添加物跟防腐剂那种，健康。哦，真的，我只想说，怎么了？幸福的台中人。我在我们甜点店店花来这个烘焙材料行买一些，他做蛋糕可以用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二天，其实我觉得台中真的是没有很多行程可以玩。
就是我基本上排都是排吃东西啊，然后下午茶吃东西，只有几个就是他们有指定的那个有名的观光景点，我在等他们在烘焙材料房里面买东西，然后我们等下就要出发去下一站。All these pretty girls only wanna be the same though, saying that they love me but it always ends up painful. You see it, I see it, it's why I'm loving you, it's why I'm loving you. 这是他的户外座位，如果白天的话，夏天真的不要坐在这里，超热，要定室内的，然后晚上可能再出来看看一下景啊，拍个照什么的。卖面跟炖饭，然后还有一些炸物跟火锅，可是火锅要在室内吃，然后还有很多各种饮料，但没有酒，我们以为有酒，还有一点甜点。你是不是应该先赶快吃你的，不然你到时候会硬掉，对不对？谢谢。他说很像阳明山，我傻眼。台中的阳明山，我还帮他找庆生这个看景看 view 的地方。起司条，你看我的这个啊。快点快点！哇！因为它断了，它断了。你也有，你也有，你也有。那你帮他拉，快点。等下掉了怎么办？So long, silent movies, quiet dances on the screen.我们要 check out 了，你们给这间饭店一个评论，你们觉得如何？我觉得如果是以，因为我不知道台中的房价，就是如果而且是现在有那个什么安心旅游，对，我觉得很划算，像我们两天才2450块付早餐，两天的早餐，所以其实一天一个人。1000多块，然后如果你们是三个人分的话，就会更便宜，不用1000块，我觉得很划算。你觉得很划算？赞。我觉得唯一的大缺点是早餐没有很好吃，对对对，但是环境 OK。但要这么便宜，是要住第二晚才有这么便宜。哦，对，一晚的话就是，可是也不会贵。其实我爬过台中的房价，2000多块，2000+3000多块，然后有一个高楼的 view。还有挑高，早上很漂亮。枕头被子，你们有什么那个吗？我喜欢这个床我觉得真的蛮软硬度，就是对。因为我没办法评论这个，我什么鬼都会睡，那种破床我都会睡。但是他但他那个他厕所这里会漏，有点漏水，厕所不太好。花那个地毯全部都会湿湿的，这个镜子很好。就是如果三个人的话，早上就不用抢那个化妆的地方。可以这样站在这里一排。那我们寿星来跟大家先说个早上的盖镜头的拜拜，再见。等下吃火锅。Smoking cigarillos, waiting on a vision of what our life would be like if we were dreaming in together we were wishing. Cause now I'm living in the city and you're back home. And all I'm doing is just singing. Yes, I'm singing. 还有吗？我想要三颗，对，放这边就好。结束我们的3天的旅行，他们的旅行啊，干我快累死了。拜拜，开个播，姐，拜拜。哇！开始搬上去。
我开不起。成功。